好可爱，对啊，看一看，爸帮你用这样多可爱，帮你遮一下。他今天有像吗？嗯，今天也很可爱哦。哎，再听哦。哎，小爸爸，没有啊。他不用，今天啊。这样子。对啊。来，坐坐。小瓢虫。小瓢虫。小瓢虫。太挤了哦。哎呦，你真的很挤耶。哎呦，这大！你讲咩？你讲啦。啊，慢慢慢。别啊，别啊，别啊！慢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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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好了、哦，爸爸不行了、哦，爸爸要怀疑啊！我也会拍戏，确定了，他确定的，我没讲呢，没讲爹爹，没讲爹爹，这样没关系吧？没关系，没关系哈，一点点而已。好，来，慢点，男女这里，来，阿做先给收来，好。你在前面。你妈妈好开心的。妈妈给回诊，给回诊。啊，那我们直接拨开就好了。你给拨小的比较好。大的，来，来回诊，哎，吃吗？吃吗？我一直想吃。乖乖收呢。一直想吃哎。好，你要整个拨开，你要把那个中间。哎，你切，给你抢，直接抢走了。做会哦，直接抢走了。哦哦，哎。挖过的话，哎，不要过来！哦，哈哈哈哈哈！这个呢，那修呢修，修你的阿伯好招，修弟啊修咯，修爸爸阿伯好，你妈妈哎谁？快讲哈！香娘，快点！有香娘，好，来。给他一些玩具可以咬的玩具有没有？好，妈妈回去买。哪里？我想吃一个。真的？很好吃。怕不小心，我也怕我不小心吃太多了，可是因为好吃。你可以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哎呀，没有那个哈，再绑一个就好了。什么？其他怎么办？其他都可爱。可爱就绑啊。对啊。Halloween birds they flew, they flew. 爸爸。爸爸，大蛋就够。大蛋就够。I'm thinking of what do I do? All trees love blossoms.可惜，哎，有了，成功了。看他爸爸笑成这样，对啊，爸爸的。好了，你看他们帮你弄好，你看阿妈跟那个舅妈帮你们弄好了，你看。爸爸的小名，前世的情人。前世的情人。你看的。来，阿妈，这是我搁有食的吗？有，会使食。哎，呦，好可爱哦，好大一圈哦。他的手被他的手跟来的。我把那个。好，坐在那个。我把。哎 ，Mira， 你的手 ，Mira， 你的手首先伸出来好不好？哇塞，不伸哎，不肯伸出来。耶耶耶，来，你那边我给你放着汤猫了。Mira， 已经拿起来啃了，还没啃呢，在那边在拿，嘿。好。小公主的，小公主，哈哈哈哈哈！在脖子上挂了一串，一串呢，来呀！爸，怎么办？怎么办？今天而已啦，好幸福哦！你追着追着，你给过来，好醉哦！你那里两个练那里练，这样吃到一点是没关系，没关系，好好，没关系就好。它这个是安全的，安全的哈，阿妈真好，阿妈在做这个，好，没啦，拿掉，它这个超可爱的，看这里，看这里，这里，米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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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这里多快乐，阿妈，好吃吗？好吃吗？好吃吗？这样子啊，那个饼干，你要吗？啊，吃啊！饼干哦，好吃的，好吃的，来来来，妈，啊，好吃吗 ，Mira？ 吃够了哈，吃够了哈，开心的吃够了哈，吃够了吧哈，好吗 ？I'm so happy。还没吃够、欸、要给他喝点水。阿妈，我不会加。喝水水。无味不爱加加，吐出来。生气。他如果长大以后发现，其实他身上还有好几个可以吃。真的？怎么忘了？真的？怎么漏失掉几个？真的？你刚刚讲不能吃，有点不开心，有没有？你要吃肉先吗？哦，大哥，大哥，好，吃饱，真饱。哎呀，吃饱啦，哎，面嘛吃多啊。新年快乐！哎哎，他是在找吗？爸爸还能吃吗？吃够了啦，哈。哎，手上那个毛。真的，一个一个包。妈妈 ，I'm so happy today。哎，妈妈，你说飞飞？嗯，那今天还没飞飞耶？不能飞，他刚吃完。这边阿妈夹好，夹好水哈。阿妈的衣服啊，谢谢阿妈。哎哎哎，谢谢阿妈的饼干。好，好。不快吃一个吗？好。Hello, Happy Sunday！ 今天我要来讲的是收弦。我刚在录之前，我还去 Google 这个字到底该怎么念，因为我国语不会念，台语也不会念。那什么是收弦呢？意义就是让宝宝停止流口水，希望宝宝快点长大的意思。如果要过传统的，那我们就在当天过，一起去了宜兰，然后帮他过这个收弦仪式。在传统上面呢，就他是四个月前宝宝都不能出门，那四个月后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可以来看的一个
时机，所以在之就是在传统上面，收贤派对就是一个宝宝正式见到外面的人的一个仪式。如果是传统的话呢，宝宝要穿蓝色的衣服，代表就是聪明活泼。那现在就正在简化成买那个圆圆的饼干。那饼干就是我们这次有一个传统的跟一个现在比较新式的那一种客制化的饼干。这个收贤饼呢，它就是大概要12或者是24，那现在就是大概10或12，你可以挑，再用红线把饼干都串起来，串起来之后绑在宝宝的脖子上面，被就是依序摘下一块饼干，然后帮宝宝接口水，就是在嘴上面这样画一下，然后说吉祥话这样子。那很多很多吉祥话呢都是台语，然后 Google 其实可以找到很多。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都在台北，所以还蛮难得可以过一些就是比较传统意义上的一个节日，我觉得蛮特别的。当天呢，我们早上的时候有收就是传统的饼干，然后我们就去吃午餐，吃完午餐之后我们就收到了那种比较客制化的那种小饼干，因为它上面没有戳洞，所以我们那研究了很久到底怎么穿线这样子。结束大概2点多之后，我们就默默的走了，就是因为不想跟他说再见。那就是个蛮珍贵的回忆，不过我安排的8月16号还要再过一次哦。 Here comes the moon